因为那边内用区人实在太多，所以我们要来那边湖边吃。开车5分钟到了，有阴影，有风，凉凉的，又有美景，然后又好吃的汉堡吃。汉堡开箱文，你大吗？没有，它加大了要加钱。我们没加大、啊。没有。为什么不加大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有说吗？有声。算了，管他了。我觉得这样已经蛮大的啊。好，先管看。你是我的还是你的？算没关系。这是入口味的吗？很漂亮。味道猪转。但蛮好吃的。好，我要吃了。嗯，薯条都好吃哎。是。连雪碧都好喝。那就发了，试试看。还有 BBQ 酱，他可以选番茄酱或 BBQ 酱，还不错、啊。哎，我们就一包薯条。对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好像是牛肉啊，应该我的应该是牛肉，嗯，好特别啊，这蛮大的啊！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、哦，这么大，很大份啊！那你吃出来是牛肉还是鹿肉吗？吃不出来，那是鹿肉，因为不像牛肉。今天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汉堡。我要吃看阿勋这个，听说是鹿肉的东西。哦，然后他们最喜欢抹这种，是什么？阿巴卡头叫什么？他们最喜欢用这种洛梨酱。这也不像牛肉啊。你这应该是鹿肉哦，鹿梨真好吃。吃不出来，吃不出来，但是都好吃。好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南友现在最好吃的东西了吧？它连薯条都好吃哎、欸！我讲真的，走。纽西兰没请那么多，要我挑一个人挑不太出来，但是食物的话就这间了。没有第二个选择，我们的选择也不多。米糕类、泡面、大意面。我现在来到了皇后镇，你看大家都在草坪上面晒太阳、看看书、吃饭。这边其实也不太像是一个城市，感觉像是小镇，但是一个很繁荣的小镇。我现在看了星巴克，有点可爱的装潢，进去看一下。一样的状况哦。
我都会买这个奥克兰。还有威灵顿，它威灵顿好可爱颜色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颜色哎。就奥克兰跟威灵顿没有，皇后镇，皇后镇有。啊，皇后镇有这种特殊款的，但没有这种基础款的。这个 City Bay 一个是30块纽币，跟台湾差不多啦。这个东西好像贵不到哪去，我在每个国家买好像都差不多。Cookie Bar， 哦，闻起来好甜哦。它的饼干们，冰淇淋，各种口味。单人车哎。这个香草 double 巧克力的巧克力奶昔，看他们的夹娃娃机，夹一次1块钱。然后他这边有卖一个他们的邮局邮票，这一盒10块钱，然后3个饼干，一个邮局票跟明信片。Thank you。Yeah。我们的圣诞奶昔。不行，超甜，超甜，太甜了，有点像在喝冰旋风一样。皇后镇旁边的河泊，还有人在晒日光浴，这是什么仙境啊？城镇旁边就有湖泊可以玩，还有鸽子在旁边叫。果然，纽西兰是被评比为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家人在高空弹跳的商店，来看看这边价位多少。看，要从这边这样子滑下去，好嗨哦，好恐怖哦！这样是230，加游泳哦，是50啊。我们 Xbox 跟 Swim 350 ，Video 加50 ，Photo 加20，然后这什么东西啊 ？T 恤30块。好，我们还是没钱。该玩的玩过了，走喝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奇异鸟的招牌，然后这个酒吧很可爱，他们还附小毯子给他们，就是你坐着坐着坐冷的话，可以盖着这样子聊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超 Q 的。在皇后镇，你不用怕不会英文，因为这边是很多种中文服务，很多店都是这样，而且还有一个服务中心也是中文的，而且很多中国餐厅啊，什么中国的各种东西，所以来皇后镇其实可以不用怕，不用英文。哎，我觉得现在皇后镇逛起来真的蛮美败的，很舒服，而且人不多，人蛮多的啦，但是不会多，对，不会多到拥挤，很舒服的那种。然后 YHA 就是我们在外面住的地方，就是可以找的一个住宿方式。然后我们刚刚问，在这个镇上，一个人要40块一个晚上，太贵了。40块我们可以住2晚两个人呢。皇后镇真的不错，真的可以来玩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，然后去露营区睡觉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已经天黑了。然后我们要这边煮饭，这边没有厨房，然后我们这边搭帐篷。好久没搭帐篷，因为我们今天想要喝点酒，然后帐篷的话比较多空间。这边也可以喝，真不错。